Hello， 大家好，我是纸片，欢迎来到2023年的第一支纸片魔方。话说我前阵子去参加过 YouTube 小聚哦，在自我介绍环节时，发现大家其实都对于 Minecraft 非常熟悉哦，只是呢，它有点像是宅宅的一个小兴趣哦，平常不会展现出来。大家知道，纸片魔方当初创建的原意，就是为了让喜欢 Minecraft 的同好能够透过模组继续保持对它的热爱。所以这个月呢，我们依然从数百多个模组当中找到了其中最棒的十个，分享给你。不过在开始之前啊，各位观众压低啊，咱们有干爹了。种地勇者，一款种田冒险游戏。身为农夫，你既要种田也要砍树，但当怪物来临时哦，拿起武器战斗的又是你，还以为在当兵呢。每个晚上怪物们都会大举入侵，而且是真的会把你给打死，把村庄给毁了的程度。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建立像是箭塔啊、城墙这类的防御工事，当然也有农田、烘焙炉这类的基础设施，和 Minecraft 一样都是可以自己自由摆放的。不过呢，有些高阶建筑需要透过特殊资源才能够解锁嘛，那这些呢就必须坐船到其他地下层探险取得了。和 Minecraft 的遗迹类似，在破解机关击败 BOSS 之后，最后面都会有宝箱可以开哦，里面的东西你拿起来也是舒服的。实际试玩起来哦，这边感觉它的正循环做得还不错。例如在第一个晚上，我直接被打爆，村庄也没了。所以在下一个晚上开始之前呢，我就疯狂种田、疯狂砍树，直接把箭塔、大炮全部都给盖出来，甚至呢还去地下城带了一位战士回来守家。结果就是第二天凌晨哦，怪物全部死在门口。这种感受到自己的努力化为成果的感觉是非常棒的。那么厂商有给我们一个下载连结，就在影片说明栏里面。纸片自己也会再玩一段时间啦，有空可以来加个好友。如果呢你可曾觉得麦块模组麻烦，都在电脑上面玩哦，倒是可以载个刷取的，咱们可以一起试玩看看。而且各位94年之后出生的观众们，在享受一年义务役的同时，也可以在放手机时间玩这款游戏，多有沉浸感哦。 QR Code 咱们就放在这边啦，赶快把它拿给你的班长连长扫描。而且现在呢，直接使用纸片的专属兑换码 PaperMC 就可以获得礼物咯。纸片自己有用过啦，香的。 Black Front方块前线，一款次世代的 FPS 战场射击游戏。没错，我说的是游戏，而不是模组哦。它根本就是一款披着麦块的皮的战争前线，或者说是麦块版的战地风云。那实际的游玩方式呢，是把它当成一款 FPS 线上游戏。你有角色的资料、数据、KDA、胜场、败场、杀人数一目了然。按下配对游戏之后呢，会看真人玩家以及 Bot 进行对战。你必须要突破啊、站点、击杀敌军，最后胜利或战败后，还可以看到所有人的战绩，并且进行下一轮地图的投票。在游玩过程当中啦，你会听到各种在一战时的环境噪音，包含了警报声、枪林弹雨声、爆破声，还有队友以及敌军大叫的声响。感觉光是你在游戏中前进，都是一场深度的一战体验了。而最重要的武器以及装备也非常多样化。包含了火箭筒啊、步枪啊、机枪啊、狙击枪，这都还只是一小部分而已哦。呈现出来的爆炸效果、后坐力、声音混响等等的真实度都非常不错。那如果要对于枪支的真实性、游戏性、画面性以及声音的震撼度，或者说我们干脆来讲啦，好不好玩来评分，那给我0到100分的额度，我会直接给到100分，就是这么的好。我真心希望所有人啦，包含少数在我频道上面的女性粉丝，你都可以试玩看看哦。也许口味不一定对你的胃口，但是呢，内容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哦。但是要特别留意哦，这款模组由于公平性的缘故，只能安装它自己一个模组，所以如果你装了其他的包含效能模组，就会直接报错哦，这点要特别留意一下。不晓得大家是否曾经想过，在一片现代战争的世界里面，除了枪林弹雨之外，还得进行生存游戏。类似于几年前知名的 Rust 啊，或者是所谓的吃鸡麦块版 ，WW2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线就是一款这样的模组。在你开心愉悦的拿起斧头砍树时，森林中同样也存在一群武装敌军来攻击你，你必须拿起武器去反击他们，突破各个阵地取得物资，才能够在这个兵荒马乱的世界当中存活下去。前面提到吃鸡嘛，游戏开场你就像是绝地求生的其中一位玩家，从空中降落而下。落地后呢，会获得基本的武器以及物资，展开你的第一场现代战争生存。而且在这个世界当中，除了你之外呢，还有一大群的军事 NPC。有些人弱啊，一发子弹就直接阵亡了。但如果你跑进大型军营营地当中，就得面临各种狙击手以及特种装甲兵的侵袭。可以说，这模组的设定哦，就是我们这些同样是麦块与现代战争的忠实粉丝的梦想。然而呢，这个模组的创意尽管超群，但是在实作上却显得贫弱哦。AI 太笨，环境建筑的突然出现感太强。真正令人家觉得可惜的是它的枪支系统，真的太普通了啦哦。那些真实像的枪支物理不能说不够哦，只能说完全没有。你看完方块前线这类精美大作之后呢，还挺有落差感的。但反过来说，它的创意得分确实很高，
尽管还有许多提升的空间啦，但它那融合了生存以及强者的玩法，还真的是市面上少见，甚至是说没有的主题哦。这也是纸片特地把它留在推荐列表的原因之一，期待作者或者是有其他人来承袭这个创意，创造出完整性更高的作品。自从 1.9 战斗更新之后呢， Minecraft 的攻击节奏从原本的滑鼠一指连点就好，变成了需要等待攻击以及攻击间的 CD 时间的状态，且不同的武器类型 CD 时间还不太一样。当然啦，我们也不是说这种等待的方式不好，只是使用上难免有点割裂感嘛。我们能够判别 CD 时间还有多少的方式，仅仅就只有实时准星上的等待条而已，所以难免会思考说，到底有没有更好的显示方式呢？其实最直观的做法是直接坐在武器挥动的过程动画当中，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下次攻击的时间点在哪里。那 Beta Combat 更好的战斗就是这样的模组。现在呢，我们每次的近战攻击都会根据 CD 时间附加一个真实的挥动动画，且除了第一人称之外呢，第三人称情况下也有。而武器上啊，则包含了剑，可作为武器的斧头以及三叉戟。剑与斧头可以挥动，三叉戟则是刺激。另外呢，当我们现在靠近怪物时哦，十字准星会变成红色的，以表示已经进入了攻击范围。这种不改变攻击方式，只附加模组的做法，坏处是改动的可能对你来讲太少了，但好处呢也显而易见，在和其他模组一同安装时，能够提供更好的相容性。在 Minecraft 模组的例子上，武器这个类别一直都是推陈出新。各位观众可能不一定会知道，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这些武器模组实在是太多太相似了。你不是说多了匕首、长剑、万用镐之类的，就是去改改外观，所以通常都不会被我介绍到。而今天要介绍的 Weapon Master 武器大师完全不同啊！终于有一款武器模组是有自己的玩法、价值观以及系统的了。它最吸引我的有两点啊，一个是制作刀具的过程中极具互动感，另外一个呢，则是使用刀子本身就是一种 RPG 游戏啊。怎么说呢？玩法上我们会需要制作一个武器包，并且打开选择获得四种不同的武器之一，包含了镰刀啊、巨斧啊、刺剑、长剑。而这些武器呢，并不是一打开就能够用哦，你得去专属的工作台开刀才可以。那这个开刀的过程极具互动感，你得真的亲手涂上磨刀泥，再用布擦掉，并且记得你两面都要打磨过一遍。另外呢，这个新的武器工作台还很有趣哦，你能够根据放置底座的不同方块，呈现出不同的台面材质。而最有 RPG 感的是，武器能够像人物角色一样升级自己的四大数值，包含了伤害、攻速、耐久、掠夺。在等级升级之后呢，还可以回到工作台去改变它的外观以及全新的技能，并且呢，这些数值技能都是灵魂绑定的，也就是说，在你死亡之后，只需要重新打磨刀具即可，不需要练等。整体来讲啦，纸片非常喜欢这种走出不同道路的武器模组，因为一般大部分的武器模组充其量都只是增加了不同的样子的武器而已，顶多只是数值有变。但这次的武器大师的是真的，他有自己的一套系统，很希望啦，他未来能够支援更多的版本。Laser Bridges and Doors， 金光桥和门，一款简单却非常好玩的雷射桥模组。一般呢，当我们在遇到那种大型峡谷，或者是需要在高地与高地间移动时，你会怎么做呢？通常当然就是傻傻的啊，慢慢的铺路过去嘛。但作为一位聪明的模组玩家，咱们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方法，叫做激光桥，或者称为雷射桥。只需要简单放置，然后给它一个红石能量，就能够直接做出一个长达15格的雷射桥面喽。它虽然说不是用实体方块打造的，但踩上去没问题啦。至少比新竹棒球场坚固太多了，而且保证不用花12亿。另外呢，它还可以朝上放啊，当成门来使用。各位观众，真的很帅你。我知道它很简单啦，就是一个小模组，但是这个激光、这个射线、这个小小的雷射声，真的很让我一直很想要开开关关的，就跟抽烟一样啊，用过就回不去了啊。当然我是没抽过啦。Maplecraft 枫叶工艺是一款移植至风之谷的模组哦，没错，风之谷大家懂总认识吧？哦，那个传说中寒暑假回锅人数 top one 的游戏，看到物品呢，你可以先感动一下啊！当年的洪水、橘水、白水、蓝水、特殊药水、超级药水，台湾风之谷独有的坑人方块以及卷轴，盗贼的海星标、冰柱、雷之标以及弓箭手的一般箭筒、铁箭筒、铜箭筒，就连伤害数字全部都还原出来了。武器上呢也是超级经典，各种近战、远程、法师武器哦，看得我充满着回忆哦。各位还记得当年用刮胡刀靠咕咕瓦贝的日子吗？玩法上你会需要先打小怪，以获得风之谷的武器金币。那就以弓箭来讲啊，一般的麦块箭矢是不能用的哦，你得制作风之谷的箭筒才行。那金币虽然说不能够直接交易，但是可以成为制作风之谷装备的基础素材，箭筒就是这样制作的。
那在掉落几率上，金币最大，装备次之，特殊方块以及卷轴则是最低。但重点是哦，它的职业系统意外的完备呢哦，采用的是旧风之谷最原始的四大职业：剑士、法师、弓箭手、盗贼。而且在完成任务后，它可以一路二转三转，在三转之后呢，甚至还可以挑战当年最强 BOSS 惨爆炎魔。那纸片呢会建议你就装着慢慢玩哦，尽管它的游戏设计很难跟其他模组兼容啦哦，但你就把它当成小游戏吧哦，在玩麦克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慢慢推进风之谷的进度。 Diamond Star Combat 钻石星战是一款在操控性上很有趣的载具模组哦，有飞机有战车哦，大致上很有在玩战地风云系列飞机的感觉哦，但更好操控。那我会说像战地风云是因为它的直升机操控并不是像那种创造模式飞行那样直觉的移动的，你必须先控制叶片的动力，然后透过直升机的螺旋仪的前后去实现飞行以及前后移动。实际上呢，你用过就知道，对新手来讲应该是既真实又困难。那此外呢，同样在天空上飞的还有两种喷射机，这些载具的共同特性是都可以射击炮弹以及对空对地导弹。那画面中你可以看到，我们有稍微对那些可怜的村庄进行实测，不过喷射机在转弯时就比较容易失速就是了啦。另外呢，地面上还有战车，操控体验上只能说很特殊。我们能够控制的并不是直觉的前后移动，而是履带的相对移动速度。但好处就是它是一个钢铁巨兽嘛，同样能够射出炮弹以及大炮，在面对大型地下城的攻略上应该很有奇效。不过我总感觉这个模组更多是偏向 PVP 设计啦。如果真的找几位朋友在天空上飞来飞去互射，应该会非常好玩。接下来呢，我们来介绍两款比较小的，但都算是在外观领域中 CP 值很高的模组。 Nightcrawler Skies 更好的天空是一款能够让星空变得超级漂亮的模组哦。这个夜晚星空会随着时间转动，星光也会一闪一闪的。很多在玩 Minecraft 的玩家呢，都会想要装光影嘛，但是我发现呢，有一大部分的人都是心有余而电脑不足啊，不对，应该说钱不够，所以呢，这类的模组就能够稍微让你过过干瘾。Landscape Furniture 是一款现代家具模组，具体上呢新增了许多客厅、浴室、房间的家具。电脑呢还是用 ROG 套装的哦。老实讲，作为 Minecraft 的老玩家，我是觉得还好啦。但我的助理呢，喜欢它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参考看看啦。我个人呢是蛮喜欢它可以互动的台灯、光条以及冲水设备的设计。在 Minecraft 模组这一项领域当中真要说有一种社群们最喜欢的类型，当属真实像模组了，无论是真实村民、真实光影、真实物理，都有着为数不少的粉丝。而在其中呢，当属物理是最令所有人向往的领域了。因此呢，到底是平价简单的原版物理吸引人，还是高贵烧显卡的真实物理令人向往？欢迎收看今天的真实海洋物理。在过去的两年间，麦块模组社群在物理这一项的发展可以说是近乎到达极限啊。至少大家还在追求很简单的方块破坏效果，但是现在呢，却能够有如 Physical Mode 这类模组能够高度自定义方块碎裂破碎效果、支撑程度等等的物理学数据。但是在2023年的现在，更厉害的出现的，你看过真实方块、真实物理，但是你有看过真实的海洋吗？不只是让水往低处流这种小东西，而是真实的海面波浪。在实测中你会发现，在海岸边可能还好，只是简单的小波浪而已，但是当你游至开放水域再加上下雨，那海浪的起伏，你会很怀疑原本的小木船到底是怎么存活下来的，尤其角色是怎么滑动那个小木筏的。那目前呢，真实海洋物理还在付费测试当中，除了得付订阅费用之外呢，对于显示卡的需求可不是一般的高，我的上次在卡皇 RTX 3080基本上是跑不满60帧的，各位发烧友玩家在实测上还得多注意，大不了呢先自己打颗弹在自己的显卡上，至少你显卡烧了还有一顿早餐可以吃嘛。 Swashbucklers 流氓是一款海盗船模组，模组中呢提供了五种各具风格的船型，从简单的帆船到巨型海盗船都有，基本上呢都蛮精致的啦，其中呢还有两艘可以开大炮，具体在航行上很顺畅，不像原版木船稍微会卡卡的，你想去哪就去哪，速度也不慢。那特别的是呢，大炮系统非常好玩哦，只要你身上有炮弹，就能够在装有大炮的船舰上面攻击，无论是射击其他船只或者是地面部队都可以。尤其当我们在击落船体之后呢，会有非常真实的动画，让船只直接裂成两半，你也能游过去按下右键收回部分的素材。那在旅行上尤其方便的是，某些船只还可以载运货物，而且那个容量之大，你自己看几乎可以放一艘船在家里当杂物箱了。有些人可能会好奇啦，那它能够支援真实海洋物理吗？比较可惜啦，尽管有海波浪，但它船只本体不会跳动到那晃动的物理，就傻傻的直立在那边。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模组。那老实讲，这个月的品质来讲，相对的比较 M 型化，方块前线以及真实海洋物理非常的强啊，其他的更多是在创意得分上面取胜了。那无论如何呢，再次感谢这次种地勇者的赞助。这个游戏呢有组队打 BOSS 的功能，所以如果你是刚入门的玩家的话呢，你可以点击影片说明栏的下载连结，然后透过我的 ID 66903503来加好友啊。纸片的等级还蛮高的啊，带个一两只 BOSS 不是问题。那讲回来啦，如果你不会装模组的话呢，可以参考右上角的模组教学，或者是你想要建造个伺服器，纸片也有一支拍给新手的影片。那如果这些都没有办法解决你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到置顶留言的连结申请一对一教学哦。那因为最近我真的因为太多小白瑞都不来，所以呢我就先设定成近一周才能够预约的模式，大家就再多利用咯。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模组，以上我是纸片，咱们下次再见咯，拜拜。